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可以在信义学堂这边跟大家分享，大概是这几年不管是台湾还是国际上非常非常受到讨论的食品议题，就是我们大家看到的基改食品的议题。现在大家到市面上，其实你很少会看到写本店使用基因改造黄豆，对不对？很少看到，对不对？啊，你都看到像什么？像这种啦，无防腐剂、非基因改造的，他说是黑白豆浆的，这是我家附近的那个早餐店拍的，非基因改造的豆浆。那这个算是比较小的，大家有时候会看到那个很长的，那整个红布条都会拉说本店使用非基因改造黄豆做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家旁边附近另外一间号称比较健康的早餐店，还是有一些精力汤啊、生机饮食的这样。那他上面就写说啊，这个字是反的，特别要让大家就是提下一下注意力的。它上面写什么？你今天健康了没？对不对？好，所以他就列出来说，你可以早上吃黑芝麻燕麦，好，燕麦薏仁。他特别在无糖豆浆旁边刮胡写什么？非基因，对不对？好，就跟你说，你看今天健康了没？健康就要喝非基因豆浆。那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隔壁写非基因改造，阿基饼下非基因无糖豆浆？哦，是他偷懒吗？哦，还是他钱比较少，所以还是他不知道？那我们今天这个疑问就可以在后面跟大家分享讨论。其实右边这张图它这样写是有问题的。那既然谈到基因改造或非基因改造，很多人都会说，那到底什么样叫做基因改造？那我们就举了那个台湾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这是台湾在2014年2月份那个总统新修订通过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里面明定的基因改造的定义。那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念给大家听哦。基因改造指使用基因工程或分子生物技术，基因工程或分子生物的技术，把遗传的物质呢转植或转入某一种活细胞或生物体，让这种生物体呢产生植入这种基因的特性。那这种技术就叫做基因改造。那但是不包括下面讲的传统育种，那这些植物体融合啊、杂交、体外受精、体细胞变异跟染色体倍增，这些技术，它指的就是如果我们使用基因工程的方式，把外围的基因放到某一种生物体里面，让这种生物体产生我们要的特性，那这种方式呢，我们就称为基因改造。好，那听起来很玄，对不对？那我们来看这个，这张图呢，来源是一个那个国外的民间团体 ISAA， 这个是我们搜寻基改资讯，我们都会参考这个国外的网站。那这个国外网站其实坦白说，它是一个比较倾向支持基因改造食品，对社会是比较好的这样。所以它网站会非常罗列非常多啊，全世界哪里种了基改啊，那我们种了多少啊，面积会多少。所以今天看到很多资料，我们都会来自于这个 ISAA 这个国外的团体，倾向比较支持基改的民间团体的资料。那这样才不会被人家说啊，你们就是比较不支持基改啦，所以你们用的数据就是比较偏颇。我们就用的是相对来说比较支持基因改造的团体。那我们来看这张圆饼图，大家有没有发现？好，黄色这一块就是大家看到这一块，58%，它所具有的特性叫什么？可以抵抗除草剂的基改作物。就是这种基因改造的作物呢，它的特性就是可以抵抗除草剂。这是什么意思？举例来说，我现在手上有一批可以抵抗，我们举一种大家最常听过的除草剂，叫年年春，大家有没有听过？有，对不对？全世界全台湾使用最广泛的除草剂叫年年春。好，我现在手上有一批可以抵抗年年春的基因改造黄豆。那这批黄豆怎么来的？就是基因工程的科学家呢，他们从细菌里面把可以抵抗年年春的基因呢放到这黄豆里面去，让这个黄豆可以产生抵抗年年春的特性。好，黄豆种下去之后，黄豆会长，对不对？除了长黄豆还会长什么？长草，对不对？那长草怎么办？除草，用手割吗？用除草剂。那台湾如果你种的面积小，还有可能用手割或者用人这样背，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看过国外的影片？美国啊、加拿大这些种植基改黄豆是，你这样看是看不到后面的，所以你不可能用手去除草，对不对？你也不可能自己一个人背着桶子在那里除草，所以你必须怎么除草？开飞机，对，开飞机或大型的机械这样撒除草剂。好了，好，所以你们黄豆长出来了，草也长出来了，对。
所以我这一批飞机飞过去，我就会撒下哪一种除草剂？年年春嘛，对不对？撒下去之后，什么会死掉？草会死掉，黄豆会不会死掉？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抵抗年年春，对不对？好，那所以假设哈，我除得很干净，对不对？好，那黄豆继续长，继续长，草又开始长了，那我要怎么办？我就再撒一次嘛，对不对？好，那你们中间这一群人呢？你们种的是这种可以抵抗年年春的机改黄豆，好，那你们就会觉得说，这特性很不错啊，对不对？哦，只要我那个年年春撒下去之后，反正草会死掉，黄豆不会死掉，听起来很不错，对不对？好，那假设好，你们中间这群人比较多，我们假设右边这群人，好，这群人他们就说，我才不要种机改黄豆嘞，我要种台湾本土种的非机改黄豆。好，那他们种非机改黄豆就没有办法抵抗年年春，对不对？好，所以他们黄豆种下去之后，会不会长草？会嘛，对不对？好，那他们长草怎么办？用手割吗？没有，他们可能说，你们开飞机，我要开飞机啊，不然我哪有力气跟你在那里割，对不对？所以他们也开飞机撒了年年春。那请问他们的草会不会死掉？会嘛，对不对？那他们的黄豆有没有可能受伤？会，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抵抗年年春，对不对？好，假设我们两边各喷两次，请问一下，哪一边残留的年年春会比较多？这边吗？还是这边？一样多。一样多吗？好，假设因为你们这边不怕年年春，对不对？好，所以你们就这样撒下去没有问题。那他们这边第一批，他们撒了年年春，发现他们的黄豆居然没办法抵抗农药，所以他们黄豆很有可能会怎样？很有可能会死掉，很有可能受伤，对不对？所以他们第二次喷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很有可能减少剂量，很有可能然后，那再来，他可能改变喷洒的方式，对不对？避免直接喷洒到他的非机改黄豆嘛。所以从这个部分看起来，哪一边的收成起来农药的残留量会比较高？好，机改黄豆这边，那这个我们后面会有一些论证跟大家证实，就是讨论该有一些依据来佐证这些事情。那所以目前全世界在讨论基因改造作物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症结点，就在讨论农药这件事情。那另外一种这边这种浅蓝色的，这个数字大概是 13.8%，这边是可以抵抗除草剂的，那这一边呢，就是所谓可以抗虫的机改作物哈。所谓抗虫，就是虫吃了这个机改作物，它可能会死掉，就叫抗虫的机改作物。举例来说哈，并不是所有的抗虫机改作物都是这一种哈，我只是举一种例子来说哈。有一种细菌叫苏力菌哈，在座如果有种有机农法的朋友哈，你们苏力菌是有机农法可以使用的生物性杀虫剂哈。那虫吃了这种苏力菌会产生一种毒蛋白。虫吃了这种苏力菌之后呢，也把豆的破掉，它肚子就破掉，然后就死掉这样。所以它可以成为有机农法合法可以使用的杀虫剂。那所以科学家觉得说，这个方式很不错呢。所以他就把苏力菌可以产生毒蛋白这个基因呢，把它转植到玉米里面去。我们举的例子是玉米。所以这种玉米呢，它就可以自己产生什么？这种毒蛋白，对不对？好，苏力菌。会产生这种毒蛋白，所以我们把会产生毒蛋白这种基因呢，把它转植到玉米里面去，所以玉米变成机改玉米。那这种机改玉米就可以自己产生这种毒蛋白，所以虫去吃了这个玉米之后，虫就会怎样？对，细体对吧？哈，所以你需不需要撒杀虫剂？好，就可以不用杀虫剂哈。所以基因工程科学家他们就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减少杀虫剂的使用。那事实证明，这个方式确实稍微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好，确实减少杀虫剂的使用，但是引发了其他更多的问题。好，也许我们等一下会有机会跟大家分享。那上面这个灰色的部分是20%几，大概是28%多，28%多。那这个灰色的部分叫做多抗，多抗。这边是抗除草剂，这边是抗虫。那什么叫多抗？都抗，对不对？它可能抗除草剂也抗虫，它还有可能抗什么？抗旱，抗干旱，抗盐耐盐分，也有可能抗涝。就是比较容易生长在水比较多的地方，但这样特性比较少。那比较古早、比较早期的基改的作物呢，不是单独可以抗虫的，就是单独可以抗杀虫剂、除草剂。但是比较新兴的作物，它们已经不满足于只单纯抵抗某种东西，所以现在新兴的基改作物呢，大部分会比较倾向于灰色那一块，就是多抗，它同时可以抵抗很多种特性。老师，你说这些，那我们到底，我最关心的是我日常生活中到底会吃到哪一些的基改作物？
那一样，这个图我们也是来自 ISAA 这个团体他们统计的，这是2015年最新的统计资料，那凭比例来说，大家看到黄豆占多少？50%，对不对？好，然后再来是什么？玉米30.4%，再来是什么？棉花，那再来是油菜。我要先说这个油菜不是我们平常在吃的那种绿色油菜哦，而是它拿出来榨油，榨油之后变成，有没有人知道？菜籽油，对，菜籽油或叫做芥花油，所以那个是翻译的名字，不是我们在吃那一把绿色油菜，大家知道。好，所以你看这黄豆、玉米、棉花、油菜加起来总共多少？在这我们心算好一点的，好，99.2%。好，这四种四大基因改造作物占了全世界所有基改作物的99.2%，也就是说，你吃100份基改食品里面，有99.2%的机会会吃到这四种东西。好，那老师说，老师，那这四种东西，其他0.8%会是什么？就在下面，字比较小，好，有可能是甜菜，好，有可能是木薯。这种木薯呢，不是大家平常在吃的木薯芽，你不要紧张，是那个美国喂牛吃草的紫花木薯，那是当作牧草用的。还有木瓜，基改木瓜，大家也许有听过基改木瓜。那马铃薯，这是去年2015年才刚核准通过的基改马铃薯。那也有基改南瓜，大部分这个都是集中在美国。那唯一比较特别是基改茄子，这个只有种植在孟加拉，其他国家没有种。那你就会说，老师，黄豆我可以理解啊，我每天吃那么多豆腐、豆浆、味噌，对不对？是食物，我可以理解。黄豆可以榨什么油？大豆沙拉油，对不对？那玉米我也可以理解，玉米我可以榨玉米油，做玉米淀粉，玉米浓汤、玉米粒，然后可以做很多饼干。这两种是食物啊，我很容易理解，对不对？那请问一下，棉花跟食物有什么关系？好，大家想到，对不对？棉籽油，那棉籽油这个成分，大家会在哪里看到？大家回去可以看看那个标识，现在很多日本进口的饼干或者罐头里面都会加棉籽油，大家可以稍微去看一下。那棉籽油最红的时候大概是2-3年前那个橄榄油混油事件，所以这四种大家有没有发现它其实都可以拿来干嘛？榨油，对不对？那另外黄豆、玉米它们其实都可以拿来当饲料，所以这四大基改作物的主要功能呢，除了榨油之外当饲料，接下来就变成我们人的食物，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这个就是大家日常生活中最容易碰到的基因改造作物，也就是这个图并不是说我随便举几个范围比较多的，而是全世界在种的就走这些。好，那刚刚就讲说黄豆、玉米、棉花、油菜，还有一些小的东西。那些东西我们刚一开始不是提吗？就是我们把外面的基因，比如说抗除草剂的基因或者抗虫的基因，把它放到黄豆、玉米里面去，对，好，让黄豆、玉米可以产生这种特性，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的可以知道说，哦，原来这种叫基改作物啊。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比较新的基因改造的技术，例如说像这种啊，那基改苹果，左手边这是基改苹果，右手边这是基改马铃薯啊，这是2014年底跟2015年初哈美国核准通过的上市的两种基因改造的新的作物哈。那左手边的这个基改苹果呢，今年9月份就会正式在美国跟加拿大的市场上卖，但是台湾会不会卖？不知道，因为台湾还没有核准通过。那这种基改作物呢，它不是把 DNA 外面的 DNA 把它放进去，而是透过基因工程的方式呢，把它里面的某个 DNA 的片段，我们讲简单一点，就是把某个机制把它关掉。好，那讲成中文呢，叫做基因沉默的技术，我让基因把它关掉，让它不会作用。那这两种作物呢，就是透过把基因关掉这个方式，我没有加别的东西哦，把它的基因关掉。那以这种技术来说，目前我们还是认为这两种作物是属于基因改造作物的范畴。这种基改苹果呢，有没有试着猜猜看？基改苹果的特性就是把它切开来之后不会变黑，就不会氧化，对不对？不会变黑啊。你会想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时候我就一直在摇头，我就说，因为我是小时候是我阿嬷带大的，我妈就会说切苹果，要不就赶快吃，那如果怕黑要怎么办？泡盐水，对不对？那为什么基改工程师要花这么多钱、这么多时间去发明一个只要泡盐水就可以解决的苹果？我实在是想不懂。那没关系，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马铃薯。这个基因改造的马铃薯呢，他们让这个基改马铃薯让它产生一种拿去榨之后产生一种比较少的致癌物质，叫做丙烯酰胺，有没有听过这四个字？有听过，你们会写吗？
丙烯酸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就是经过高温的油炸，高温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这种致癌物质，所以我们会希望大家少吃一点油炸食品，例如说洋芋片啊、马铃薯、薯条，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减少食用到丙烯酸这个所谓的致癌物质。那这个机改公司就号称说，你看我这个机改马铃薯可以产生很低的丙烯酸，拿去炸之后很低的丙烯酸。那请问一下，这对你来说很有帮助吗？你会不会在家里每天炸马铃薯？康雷，不会嘛，对不对？那谁会每天炸马铃薯卖给你？所以这些素食业者很有可能，他们很希望这样的薯条，对不对？因为我炸之后卖给你，就说你看我的薯条就是硬比隔壁的薯条减少了更少的丙烯酸，所以你吃我家的薯条就是怎样，很健康，对不对？因为致癌物质比较少。那左手边这个苹果也是一样，什么地方会希望苹果切开来之后不要变黑，可以放久一点，而且大家容易喜欢吃？有人会讲水果店，对不对？台湾会讲水果店。那如果以国外的例子来说，比较多的部分会是在这些素食业者，因为妈妈带小朋友去吃炸鸡，妈妈心里会有罪恶感，就说怎么就给我小朋友吃这种食物，对不对？所以他就会特别再买一盒什么，例如说沙拉或水果给小朋友吃。那所以小朋友看到上面有苹果白白的，而且很干净很漂亮，他就愿意吃掉，所以小朋友就会吃下更多的蔬果，就不会有更多的膳食。这不是我乱讲的，这是那个机改苹果公司在官网上面列出来的优点，我只是举例给大家听。那我们刚刚前面讲黄豆、玉米、棉花、油菜，这些全部都是植物，对不对？去年2015年11月，美国 FDA 核准通过了世界上第一支给人吃的机改肉品，就是这个机改鲑鱼。我想要特别强调是给人吃的机改肉品，因为机改动物现在已经出现在世界上。台湾有一个技术很有名，荧光鱼，机改荧光鱼，那是观赏用的，不是拿来吃的，是观赏用的。那机改鲑鱼呢，是全世界第一支给人类食用的基因改造肉品，所以特别引起全世界的注意。那我们以为这个鲑鱼不会通过，我们以为不会通过这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鲑鱼它并不是申请了5年10年，它足足申请了20年。2015年是它申请的第20年，他申请20年，我们当然以为他怎么样都不会过嘛，居然可以撑这么久，对不对？没想到他去年居然通过了。那这个机改鲑鱼的特性就是，原本3年它可以长这么大，那这个机改鲑鱼只要1.5年，1年半的时间就可以长这么大。所以研发这个机改鲑鱼的科学家跟公司呢，就跟大家说，你看我们这样就可以提供给贫穷的人，减少饲料的成本，对不对？我们就可以减少这个鲑鱼的售价，所以贫穷的人呢就可以透过便宜的售价获得比较足够的蛋白质。但事实上这个机改鲑鱼有很多在生态上的疑虑，例如说他们把这个鲑鱼呢全部都弄成雌性，而且弄成不孕。为什么要弄成雌性又弄成不孕？怕它跑出去，因为鲑鱼是养殖的，它跑出去之后污染了其他的鲑鱼，野生种的鲑鱼。那基因污染还有这个机改鲑鱼，它事实上是不是会像这个生产公司宣称的这样子，真的提供给穷人很足够的蛋白质？我觉得这还是有考虑的。那这个2015年11月，去年11月通过的，预计2年之后上市，所以在美国上市的时间呢是预计是2017年。那可是因为现在全世界包括美国的消费者都在反对基因改造的作物，所以这种机改鲑鱼呢在美国上市之后卖不卖得动还是一个问题。像我们比较知道的 Costco， 他们已经宣称说就算它上市我也不会卖它。那很多消费者都说就算你上市，让 你就上市啊，但是 我并不想买它。那这个图就是从1996年到2015年机改作物的种植面积，从1996年画一条直线，每年都往上走，20年上升了100倍。那这个种植面积大概是距全世界可耕地的1/10，全世界如果可以耕种土地大概1/10，这种都是机改作物。那这张图是要跟大家说，你看每年那个面积都一直往上跌往上跑，对不对？到去年2014年，全球种植面积是1.8亿公顷，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今年突然下跌了？明年会不会下跌不知道，但是这是20年来唯一一次机改种植面积往下走的。那全世界种植的国家是哪些？28个国家，就在这里。大家看到这张图第一个动作是什么？找台湾在哪里，对不对？有没有找台湾在哪里，对不对？通常第一个动作是这样，有没有台湾？没有。代表什么意思？
台湾目前这块土地上并没有种植任何的基因改造作物。好，这是台湾的台湾植物品种跟种苗法第52条。好，台湾没有明令禁止不能种植，但是台湾的规定是什么？非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田间试验审查通过，然后文件得不得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种植。也就是说，你要种可以啊，你要种机改黄豆、机改玉米都可以，你就跟我申请，主管机关就农委会嘛，你跟我申请，然后申请通过了，我就允许你种。但目前没有任何的基因改造作物通过申请，也就是说，简单来说，只要是台湾这块土地长出来的作物，全部都是什么？非基改作物。所以我们在推广非基因改造运动，鼓励大家多吃非基改食品的时候，另一方面就是鼓励大家怎么样，多吃台湾的东西，没错，这就是我们一种精神。我们不是说为了，当然为了健康也有，我们后面会讲，但是其中一种精神是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其实可以鼓励台湾的农产品，我们多吃台湾的农产品。那像玉米啊，当然比较简单，玉米还蛮多的，但台湾的黄豆坦白说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这个部分是比较棘手的部分，但是在推广非基改运动的时候，也要特别跟大家说，台湾的农产品基本上全部都是非基因改造的品种。好，那这个有三罐那个黄豆，那大家流传最久的一个网络谣言，就是说黄豆有黑豆仔的，就是基改黄豆，有没有人听过？不对吧，这个是我听过流传最久的那个基改的留言，就是说你看黑豆仔就是基改的。那这个光可能比较强，大家可以发现这三罐黄豆全部都是台湾本土种的黄豆，上面的豆仔是黑色还是白色的？都是黑色的，对吧？那所以台湾自己产的黄豆都叫什么黄豆？非基改黄豆，对不对？所以你可不可以透过黑豆仔这件事情去判别基改非基改？显然就破功了嘛，对不对？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听到这件事情，那如果你身边还有朋友在跟你说有黑豆仔就是基改的这件事情，其实你也可以特别跟他说，这很简单就可以辨别了，你去买台湾的黄豆来看一看就知道，这件事情很容易就可以解决了。这个是我们到今天6月21号，我们刚到演讲前还在换 PPT， 就是我们会希望更新到最新的时间，这是今年6月21号，就是今天早上我才查询到的。总括来说，台湾进口五个种类的基改食品，23种黄豆，64种玉米，21种棉花，7种油菜。那下面有一个是去年12月14号通过的，也是目前唯一只有仅此一种，第五种的叫做基改甜菜。那你们可能说甜菜是甜菜根吗？不是，对不对？我看有人摇头，不是甜菜根。那基本上这个基改甜菜是我们吃甜菜根，为什么叫它甜菜根？因为吃起来甜甜的嘛，对不对？那这个基改甜菜呢，在国外就是把这个甜菜拿去制糖，会放在哪里？饼干、巧克力里面。所以你在一些进口的或者是台湾的食品原料里面有一些糖，其实国外有一些加工制品的糖大部分都是用基因改造甜菜做出来的。那这是目前台湾会吃到的5种基因改造的食品，除此之外你不会吃到任何的基因改造作物。好，那今天出门前呢，我的手机才又收到一个谣言，就是这是流传第二久的谣言。第一久就是黑豆仔，第二久就是听说水果玉米、牛番茄、紫心地瓜、莲雾芭乐番茄，都是基因改造食品。好，直接跟大家说结论，这都是错的。那个食药署都有反驳这件事，大家可以去食药署看。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也知道他讲的都是错的嘛。那基本上大家只要担心日常生活中这5样你会碰到的东西，那其实最需要担心的是黄豆，因为我们吃的黄豆制品真的非常非常多。好，那其他东西其实坦白说风险并没有那么，你接触到的几率跟风险并没有那么多，我们坦白这么跟大家说，所以大家不用一直活在恐慌里面，觉得什么东西都是基改。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从那个网页里面随机挑出来的，那这个是基改黄豆，这个全部都是台湾合法可以进口的基改黄豆。那大家发现我特别把它的特性用红色标出来。好，我们这里举了6种黄豆。第一种黄豆叫做耐固沙草基改黄豆。固沙草是什么？就是某一种除草剂。那第二种叫什么？耐除草剂的基改黄豆。第三种也是耐除草剂的。第四种也是耐除草剂的基改黄豆。第五种叫做耐加林赛的基改黄豆。加林赛。如果上个月6月份之前讲加林赛可能没有多少人听得懂，但是上个月台湾发生一件事情，大家有没有去退货？你也买了某个牌子的燕麦片，
有没有去退货，因为它验出来燕麦里面含有加林赛，加林赛就是什么，我们刚刚讲的年年春。那大家看到最后一个也是第二代高产量的耐加林赛的基改黄豆，那你看我随机取的这些黄豆，这六种全部都是可以抵抗除草剂的基改黄豆。那这个是玉米，那我们就发现随机取了六种玉米，大家就发现第一种玉米就是抗玉米鸣虫、玉米根虫，你看第一种可以抗两种虫，又可以耐什么固沙草，所以这种玉米同时可以抗虫又抗除草剂，对不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多抗，就会发现第一种。那第二种一样，抗根虫跟抗耐加林赛。第三种一样是抗虫耐加林赛。第四种是抗除草剂。第五种也是抗除草剂。那第六种一样是抗虫跟耐固沙草。所以从台湾进口的这种资讯来看，我们就会知道前面我跟大家讲的那个抗除草剂跟抗虫的，不是我随便讲的，我们从这个都可以得到实证，我们日常生活中会吃到的基改玉米或基改黄豆大部分都有这些特性。那有兴趣的话，大家就可以上那个食药署的网站上去查询这样的资讯。那这张图其实刚刚讲过了，就是黄豆会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哪些食品，有你看当动物饲料的啊，榨油的啊，那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大豆卵磷脂，有很多食品里面会有拿大豆卵磷脂，大家吃口香糖也会有，奶粉也会有大豆卵磷脂，那这个部分很有可能是基因改造黄豆，我只能说很有可能，那并不是所有的大豆卵磷脂都是基改黄豆做的，不能这么说。我想在座应该有人吃素食，那台湾人吃素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习惯，就大部分吃素的人都会吃素鸡、素鸭、素腰花，对吧？那各式各样的素料大部分就是来自于这种脱脂大豆或大豆蛋白。那所以我们在谈基因改造食品的时候，其实素食者其实是蛮需要担心的一个族群，这样。我们前面介绍了全世界基改作物的大概主要的特性成分还有这些种类之后呢，我们进到台湾的法规，那台湾不能种，台湾可以进口，对不对？那你买东西的时候可以选择，为什么？因为台湾是全世界64个有标示基因改造的国家，美国有没有？美国没有，加拿大有没有？加拿大也没有。那好，那这个是去年7月1号开始分三阶段实施。那坦白说，我们就直接切入重点。今年2016年全面实施，就是全部实施这样的基改食品的标示新制。再来就是，只要你的基改食品有添加基改食品原料，只要有加基改原料就要标示。那以前我们的基改标示只有在包装食品，例如说假设我手上这一罐是那个盒装的豆浆，这叫包装食品，对不对？那我倒出来，你在豆浆店倒出来一碗给你喝，叫什么食品？叫散装食品，因为它散掉，叫散装食品。那添加物大家就知道了。所以新的制度呢，加入散装食品跟添加物，已经不再只有以前的包装食品需要标示。那第四个叫做高层次加工品。什么叫高层次加工品？就是像酱油、沙拉油、高果糖糖浆、棉籽油、玉米油，这些叫高层次加工品，总共有7类。好，这些要加注说明，加注什么说明？等一下有图给大家看。那最后一个是比较特别的，就是以前我们都只有规范食品的，对不对？那新的法规要求供应食物的场所，例如说像餐厅、像菜市场，假设你供应的是含基因改造原料的食品，你就也必须要在你的菜单上面标示，或者在你的门口标示说我提供的是基因改造的豆腐或基因改造的豆皮。那等一下以后有图跟大家说。那简单讲了这五个大重点，接下来我们就看我们去做田野调查，这样。我没有说它不好哦，我只是举例来说，你看它上面写玉米淀粉，后面括号就写什么含基因改造，对不对？它就告诉你说我家的玉米淀粉是基改的，所以它标示了，这样有没有合法？合法，对不对？很不错。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黄金玉米起司浓汤，它就说它的玉米淀粉是非基改的，我说非基改很不错，就把它买回家。然后继续逛逛逛逛到第三种那个成分，你会发现玉米它后面什么都没有写，对不对？它既没有写基改，也没有写非基改。请问一下，它假设它是合法的，我们都说它是合乎法律。请问一下，它的玉米是基改还是非基改的？非基改的，因为法律要求什么？有基改的要标示，所以它如果没有标示，而且它又合法，假设它没有标示又合法，表示它用的是什么？非基改的玉米。也就是说，非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有没有强制你要标示？没有，非基改没有强制你标示，法律只强制你标示基改原料。好，那你会觉得老师满街都是非基改的，对不对？好，对。好，那为什么他们要标示？
为什么这间公司它要标示非机改，那为什么这间公司不想标？他们两个都合法哦，那为什么有的要标，有的不标？因为消费者怎么样？坦白说，消费者喜欢或我们愿意先选择非机改的食品，对不对？好，那消费者假设他并不知道，像今天在座我没有跟大家讲这个台湾的法规，他可能觉得说你没有标就是机改的，对不对？那所以他一定要标给你看嘛。虽然法律没有要求他一定要标，但是他就标给你看，他标给你看有没有违法？没有违法，因为法律没有要求他标不标。他只要不要被抓到说他标非机改，但验出来什么是机改就可以了。所以法律的第一条就是跟大家说，我们来看一下，只要有加机改原料就要标示，但你加非机改原料呢，自愿标示，你可以标也可以不标。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高层次加工品，这那个图我特别把商标贴掉，它是一罐酱油。大家如果今天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超市或便利商店去翻一下酱油，你会发现下面多了一行小字，字很小，把它放大，它就说本产品不含机改成分，但加工原料中有基因改造大豆，你觉得绕口令对不对？到底谁公信啊，对吧？好，这个就是台湾新的 法律要求高层次加工品需要加注说明的地方。他告诉大家，我这一罐酱油是什么黄豆做的？机改黄豆做的哦，加工原料有机改黄豆啊，所以我这一罐酱油是机改黄豆做的。但是我这罐酱油因为黄豆我萃取，好，那我酿造出这一罐酱油，我酱油如果去检验有没有机改成分是验不出来的，所以你如果去喝酱油，你可能会吃不到含有基因改造的片段，因为在酿造的过程当中它就不见了，或者变成碎片，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对你造成影响，验不出来。但是我的原料还是机改的，对不对？所以这句话就是跟你说，最后的成品里面已经没有机改成分了。好，但是呢，我必须跟你说，我的原料用的是机改的。好，那这叫做揭露的精神。好，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他说本店只有豆皮是机改的，好，其他都是非机改的。因为大家知道，非机改豆皮比较难买。坦白说比较难卖的，所以他就说他们店里面的豆皮呢，是机改的，其他的豆制品全部都是非机改的。这就是说我们提供食品的餐厅场所，他就必须诚实的告诉你我的哪些东西是不是机改的。我们来看左手边这张图，他说芒果果汁使用的是非基因改造芒果做出来的，这个有什么问题？芒果没有机改，对不对？芒果没有机改，你可不可以写我用的是非机改的芒果？可以哦，那你就是说隔壁卖的芒果是可能是机改芒果、哦，我家是非机改，对不对？啊，给表哦，也都没下，可能是机改芒果，你会不会这样想？会，对不对？你会不会这样想？会嘛，对不对？那你如果这样想的话，可是今天来大家听，大家都知道说这上有没有机改芒果，没嘛，对不对？那我假设我这个公司我标的是非机改芒果。那我就暗示隔壁没有标就是机改芒果，对不对？所以消费者就会跑来买我这一家，不会去买那一家的嘛，对不对？那这代表什么？误导消费者，这叫做标示不实。那大家可能觉得很好笑，对不对？好像老师在公办噶，这是法律规定的哦，没被抓到就会罚钱的。那我们再来看右手边这个，这是我们某个朋友在市集拍到的，他就说他们的面包的面粉是来自北欧的无机改面粉，那这个有什么问题？我们刚刚有没有讲到机改小麦？没有，对不对？没有机改小麦，我必须先跟大家说结论，目前机改小麦还没有商业化上市，所以你不会吃到机改小麦。那没有机改小麦就没有什么机改面粉，没有机改面粉就不会有什么无机改面粉。所以他犯的错误跟隔壁这个一样。那大家可能大家都觉得就老师在说的真的假的，对吧？那这个是去年2015年10月30号自由时报的新闻，苗栗有一间合作社，他在网络上卖非机改的绿豆跟非机改的糯米薏仁，被人家检举，来罚钱。为什么？标示非机改可能误导消费者误认台湾有机改的绿豆跟机改的糯米薏仁，对不对？跟我们刚刚讲一样嘛，所以他不能标非机改的绿豆或非机改的糯米薏仁，误导消费者，所以他被罚了多少钱？400块。假设在座有业者或者你的朋友是在卖这些东西的，或者你是消费者，那你其实可以多注意一下这种讯息，就或者是这个很常看到的，我有看到非机改黑豆的，
比较小，真的有飞机改黑豆、飞机改红豆的哈，我都有看过哈。那所以我们总结，我们刚刚前面谈的，目前台湾可以写非基因改造什么什么的，只有什么飞机改黄豆、飞机改玉米、飞机改棉花、飞机改油菜跟什么飞机改甜菜，其他你前面都不能写非基因改造的东西。好，这些都是误导消费者以为有这些东西。好，目前以台湾来说是这样哈，因为我们台湾只进口这五种嘛哈。好，那这个。这里同样是两张豆浆的照片，那左手边一样，本店采用高价非基因黄豆，请消费者啊，那个折写错了，请消费者安心食用。请问一下，这个地方哪里有问题？哦，不能写非基因改造对吧？啊，我没有位啦，对不对？我那个格子很小，我没有位置。不一样，为什么不能写非基因？一定要写非基因改造？没错哈，任何东西都有基因，所以你不能写什么？非基因，你也不能写无基因，还在哈，任何东西都有基因，所以你不能写这个。好，这个都是法律写上去的哦，你写这样会被罚钱的哈。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一开始放的两张照片？左手边写非基因改造豆浆，右边写什么？你今天健康了没？无糖豆浆（括弧什么非基因），对吧？所以那张图是错的。那我们来看右边这张图，他说豆浆超浓，黄豆无基因改良。他说啊，老师我知道。不能写无基因改良，那么改成黄豆非基因改良好了，这样可不可以？我用的是非基因改良黄豆，这样可不可以？法律上的用法就是基因改造就是改造，改造有可能改好，对不对？那有没有可能改坏？都有可能，所以你可不可以写非基因改良？不行，你这样等于误导消费者，基因改造都会往好的方向走，所以右边这张图也是错的。也是有问题的哈，所以很简单嘛，你就只要写非基因改造或写非基改这两种方式就好了哈。那总结来说呢，你在日常生活中，那你如果想要避免基改食品的风险，然后你有这些方式，第一个你吃台湾在地的农产品就没有问题，我们刚刚讲过了哈。那第二个就是基改食品没有办法从外观上看出来啊。那第三个就是台湾进口黄豆、玉米、棉花、油菜跟甜菜这五种。那再来毒标示啊，减少加工制品，好，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很多。食品里面很多是加工制品会添加做添加物嘛，所以这五种东西五种方式就是大家日常生活中如果你想要避免基改的风险的话，可以从这五个方向去做。好，那到底基改我们到底干嘛这么害怕？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就想说基改到底哪里危险，对不对？我吃了到底会不会得癌症？我举几个我们最常谈的，我们刚刚一开始谈到的抗黏黏春的基因改造作物会让你的农药残留量比较多，对不对？好，所以你吃的基因改造的黄豆或玉米，这种抗黏黏春的基改黄豆玉米，有没有可能吃下更多农药？有可能，对不对？但是一些比较支持基改的人士呢，他们会说，我发明了或研发这些可以抵抗黏黏春的基改作物呢，就是希望可以让农药使用量变少。这张图是加林赛使用量，那地点是在美国。那起始点右边起始点就是1992年，那右边的终点是2014年。红色这一条是所有作物使用的加林赛的总量，大家会发现这趋势就是往上走的。那黄豆是绿色这一条，玉米是黄色这一条。那大家有没有发现1996年之后美国大量开始种植基改黄豆玉米，目前美国大概有八成以上的黄豆玉米是基因改造作物，八成。那假设这些基改黄豆玉米可以减少加林赛的使用，那这个美国越种越多，这个线应该怎么越来越少，对不对？假设基改作物可以让农药使用量变少，那我种越多，农药是用越少，对不对？那显然的，这张图发现我们农药的使用量每年都在往上跑，黄豆米都在往上跑，所以这张图其实可以一方面佐证大量种植基因改造作物，尤其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反而导致农药使用量更多。那农药使用量多，很有可能会在你的作物上，黄豆米上。还会在哪里？土里，还会在哪里？水里，还会在哪里？空气里，没错哈。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二个要讲的哈。我们刚刚一直讲黏黏春、加林赛、草甘膦哈，这些都是 Roundup， 这些都是黏黏春的其他的说明哈。那大家可以发现，这个产品它是孟山都生产的，对不对？那大家刚刚有没有发现，我举那个台湾进口的例子，可以抵抗加林赛的黄豆玉米，申请的公司是哪一间？孟山都。好，所以孟山都同时生产了黏黏春，同时研发了可以抵抗黏黏春的黄豆玉米。所以假设你买了这种黄豆玉米，你要买什么来撒？
零零村嘛，就因为 它只能抵抗零零村啊，你不会去买其他农药来撒，对不对？它就不会好嘛，对吧？所以这个公司一方面卖你种子，你说哎，这个基改很不错，对不对？它可以抵抗零零村，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谈基改作物的另外一个风险哈，就是我们的粮食作物跟我们的农药同时被同一间公司挟持了。假设你相信他的说法，种了基改作物，你就必须搭配他自己使用的农药。那这个是两手策略。那再来就是去年2015年3月呢，世界卫生组织把加林赛列入2A 级可能对人体有致癌风险的物质。那一列进去之后呢，全世界就紧张了，因为加林赛是全世界使用量最广泛的除草剂。那我们这边举两个例子，那这个例子是那个 MIT 的学者。那这个学者呢，他是不是自己用实验室做实验，他是把所有人研究，他去捞数据做加林赛研究，然后去丢进电脑跑统计，那得到这样的数据，他认为加林赛的使用，大量使用跟这些所谓现代文明的疾病，例如说 ADHD， 例如说自闭症、阿兹海默症，甚至糖尿病，他认为跟加林赛的广泛使用有显著的相关。但在这边并不是说使用加林赛就会导致这些，不是说因为加林赛所以这些就会出现哦，而是说这些大量的出现很有可能跟加林赛有关系，但是不是因果关系现在还在讨论，有没有可能是引发这种关键可能，但显然看起来是有相关的。那这张图有没有看过这三只老鼠？这三只老鼠通常会配吃鸡改食品会让老鼠长肿瘤，如果你们常看网络，吃鸡改食品会让老鼠长肿瘤，就是这三只老鼠。那这个是目前全世界讨论鸡改食品安不安全一个非常非常具有争论而且非常明星级的实验，就是左手边这个法国科学家史哈尼尼，他找了200只老鼠，100只公的100只母的，那分别分组。那第一组呢，我们就简略分组，他的实验有点复杂，简单来说，第一组给他吃鸡改玉米，给他喝有年年春的水，他吃鸡改玉米有农药的水。那第二组呢，吃非鸡改的玉米，那水有没有农药？有。那第三组吃鸡改玉米，水有没有农药？有还是没有？没有嘛，对，鸡改玉米就没有农药的水。那第四组呢，叫对照组，就是是什么非鸡改玉米跟干净的水。那实验发现，他这个实验做了2年，就老鼠一辈子做了2年，实验发现呢，从第4个月开始，陆陆续续身上出现了肿瘤。那母老鼠就雌老鼠呢，就是沿着乳腺、胸腺这个地方开始长肿瘤。那公老鼠呢，就是可能肝肾附近会有一些病变。那他这个实验一做出来之后，全世界其实很多科学家会质疑这样的这个实验，例如说你养太久了啊，然后你找这种容易长肿瘤的老鼠这样。那这个实验，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是，他把这个老鼠养了2年，也就是说，我们观察加林赛或者基改作物对于动物的影响，我们看的是长期的，我们看的是一辈子的。那像孟山多要核发这种基改玉米上市的时候，还会做动物实验嘛？做通过了才会还可以上市，对不对？那通常他们都做几个月？通常啊，做3个月。那3个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时间还没到，所以看起来很安全？有没有可能？很有可能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实验其实在提醒我们，很有可能加林赛的影响是来自于长期的影响，不可能在短时间里面看得出来。那我们对于这样的风险，我们是要去冒这个风险，去冒长期的风险。从这个实验就是提醒大家，这种东西很有可能是一个非常长时间的影响，那很有可能不是你这一代，而是你的下一代才会出现这个影响。那我们到底要不要让小朋友或让我们自己或让这个环境冒这个风险去吃基改食品，或者是接触这么多农药？那其实是大家可以稍微想想看。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环境污染，在水面空气。那右手边这个就是我特别拿国外的，国外也会报道说台湾回收这个有加林赛的那个燕麦片。那这个是美国最近有个研究发现，那个美国90%以上的民众尿液里面含有加林赛的残留。那这张图呢是那个台湾食品，就是我们食品我们吃的这些作物里面可以容许有多少的农药在上面，有一个容许值，那个食药署容许值，大家就可以发现，我们的毛豆可以容许 0.2ppm 的加林赛，这个图是加林赛，玉米是1，那有没有觉得黄豆特别多？黄豆10，对不对？黄豆特别多，为什么？
某一个原因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哈。那这张图，这个数据是跟大家说，去年2015年哈，我们从关税署的资料统计，台湾大概总共进口260万公吨，大约了哈，260万公吨的黄豆，含基改跟非基改哈。那直接给人吃的哈，直接给人吃的大概是10%哈，大概26万公吨。那这260万公吨里面呢，只有6万公吨是非基改的，好，占了所有进口总量的2.3%。换句话来说，97%的黄豆都是基改黄豆，对不对？好，所以大家很担心我们吃那么多基改黄豆嘛。那我们进口这么多基改黄豆，那我们前面有讲，基改黄豆很有可能年年春的残留量会比较高，对不对？我们刚前面已经提了嘛，所以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大量进口基改黄豆，导致我们的标准必须放宽？好，美国的标准是20 ppm，就是在美国这个基改黄豆只要低于20，在美国就是合格的哈。那我们大量进口美国这样的基改黄豆，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进口这么多基改黄豆，然后再配合国际的标准，好，所以我们定出一个相对来说看起来很宽松的数值，对不对？那刚刚大家如果假设你有买某个牌子的燕麦片，你去退。那大家会发现那个验出来的数值其实是非常低的。事实上我们平常吃的黄豆很有可能就远远超过你去退货的那个燕麦片，很有可能。如果从这个标准来看，我们只要低于10，黄豆就合格，对不对？但我们的燕麦片测出1点多2点多，那个数字我不敢保证，但我们就很紧张去退货。但有没有人去退基改黄豆豆浆？好像没有，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也可以跟大家说，目前我们为什么这么特别讲基改作物的时候会特别提黄豆、提加紧赛，就是提这件事情。在我这个时段，我其实要特别跟大家说，我们在谈基因改造作物或食品的时候，其实千万千万不要只谈前面第一件事情。我们很多人都很担心第一件事情，但是第二件事情是环境生态，对环境生态会不会有影响？当然会有影响，对不对？你就算你都不吃基改食品，你都全部都吃有机的，你喝的水有没有可能有加磷酸？有可能嘛？你呼吸的空气甚至也有可能加磷酸。只要这样的基改作物抵抗加磷酸的基改作物继续种植，加磷酸使用量就会继续使用，继续使用。我们就算我们想逃离吃基改食品，我们会暴露在这样农药的风险下面。所以其实在谈环境生态、谈公平正义、谈健康风险，这些都是我们在讨论基改食品的时候必须通通放在一起谈的事情。千万不要只落入，我个人认为啦，大家也可以参考，千万不要只落入这个东西吃下去我不会死掉，我很安全，这个东西就好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进步到这个东西吃下去之后就算很安全，但它如果造成别人的伤害，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这种食品？那 我觉得这是可以，大家可以思考的部分，也许在下半段嘉玲就会特别提到这个部分。食品的人只有科学家吗？不是。到底基改作物安全不安全？基改食品安全不安全？到底我们吃了，会不会是过几年我就真的会有阿兹海默或是老人失智？基因改造农作物与食品充斥在你我生活中，其背后所隐藏的危机以及对环境的破坏是你我不容漠视的问题。敬请锁定本周将播出的公视演讲厅《基改食物大解密》。想去哪里呢？我们去进香，请神明保佑。波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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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看跆拳道比赛，去帮听障选手加油。来，我们去跳轮椅国标舞，舞出健康自信。可是我想去品尝创意料理耶。
有了，打开公视频道听听看，一次满足你所有需求。听听看，这一定要按赞。精彩的演讲比任何书写形式的东西更具震撼力，你可以用言语来改变自己，也改变世界。 TED Talks 说话的力量是 TED 唯一官方正式授权，教您如何创造令人难忘的演讲及说话技巧分享。捐款900元获赠 TED Talks 说话的力量书一本，详情可扫描 QR Code 公视网站或拨02-2633-2000转九。最好的音乐节目在公视，精挑细选，音乐万万岁三，优质演出，好歌唱不停，让您再次回味公视制作音乐节目的用心与品质。每周日晚上8点，让公共电视音乐万万岁 Plus 陪伴您。他说我们每次去演出的时候，我们自己存一点，这样有那个钱，我就去录一首歌。那这样子的话，我可能。50岁应该那首歌美好时刻，50岁的美好时刻。募资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很紧张，就在网上看赞助人。赞助人看到那个留言，一个一个进来。希望有更多的台湾音乐人可以透过此方式与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就是很多人还蛮期待的，对，就是用这种方式。哎、欸，我们本来不知道那些人在哪里，现在真的这些人掏钱出来刷卡支持我们嘞。对啊，真的就在那边，而且还留言给我们，其实是上千的。东西都还没有出来，他就已经相信你，好像那个飞鱼就已经到他的手上了，这样 CD 进来说，他就相信你做的事情，这是非常，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形容哎，石中换铁的，对对对，是石头换。你好，我是一粒高露小鲁，要点播美好时刻给高中好姐妹凯竹嘉怡，一路相伴扶持超过15年了，谢谢你们走进我的生命，让我们继续彼此照顾，爱你们的小鲁。11个人好像参与11个人的那种生命的故事，有那个要结婚的，有那种老公老公给老婆的，给妈妈，对，还有给妈妈的母亲节给妈妈的，这样子，突然发现哎、欸，就是把这10几个人把它排在一起，然后开始听的时候觉得哇很感动，对啊，10几倍的那种感谢，对，那种感谢。那以前只是透过一张 CD， 然后如果你只是去，例如说某个店里面买，我觉得那个中间这种感情的那个连接是被阻断的。透过募资的活动里面，这样子回馈你的往来，这样你支持我们的制作，我们给你回馈你这样子的往来，那个情感就建立起来了。那个情感建立起来，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支持啊。我有个回馈礼叫熏飞鱼加 CD 嘛，就是你买飞鱼我们就送你 CD。 鱼要熏的话要趁新鲜嘛，所以要杀完以后我立刻就开始熏的程序了，这样。那以前我们自己吃个3-5条我可以自己熏很快，这样哦、喔、那一天我熏到晚上3点，凌晨3点。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也是让我们发掘自己的才华，另外一个才华，然后去南澳要带鲨鱼啊，可以找一粒高露。代客鲨鱼，透过这东西是一个心意的传递了，希望你得到健康，得到美味，得到快乐。那当然，别人给我们的感觉也是，他收到了非常开心，就好像很期待有这份礼物。虽然那个是他自己花钱买的，可是我觉得他有那种收礼物的惊喜啊，会让我觉得很开心啊。
法这样走路了。那时候募资的时候没有想象到，还没有办法想象到说那个工作是这样子。藏起来，我就开始签名，他们就开始打包。大概都是从早上八点嘛，工作到下午大概四五点左右，然后我们会送一批去邮局寄，然后晚上我们就继续工作。前两天都工作到十二点，睡觉都十二点，加班呢。想说人家跟我们买了哦，希望他们尽快拿到他们的手上。对。欸，这个怎么形容？对啊，我觉得从来没有这种经验啊。这个是以前你把东西拿到店里面去卖，然后别人透过那个店去买了以后，那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我寄出去的，它本来在我手上，现在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我觉得是互相祝福哎。对。你看这个，这前几天还在我们家桌上，你看这个。对啊。这搞不好是我盖的章。对啊，很漂亮哦，他们其实都拍得很好看。他这样拍我的字怎么那么美啊，自己开始欣赏起来了。你会开始听这个东西，反复的听，然后你会有你的想象，你会有你的故事。2016台湾国际艺术节边界邀请操偶艺术家杨辉创作，从不同族群的故事出发，利用三层帷幕舞台，多条故事轴交错发展，演绎曾几何时的变迁流转，呈现大时代的浪歌。公视表演厅边界。写字能让你写出更好的自己，电脑平板手机让我们遗忘写字这件事，从练字静心到超越自我，写字的力量要重新找回手写字的情感。捐款1000元获赠写字的力量限量超值套组一套，详情可扫描 QR Code 公视网站或拨02-2633-2000转九。3 2 1，追寻时代之浪，留下一夜星光，最强的金钟传说要你一次拥有。即日起公视历年金钟得奖商品全面8折，买3件再多送你1件。一把琴你看过了吗？没有。16个夏天你看过了吗？没有。那可不行，那些你错过的经典节目就在公视网路商城。比赛开始，下课花露米全新变身，由你来闯关。野外就是我们的冒险教室。等一下休息一下可以，我很懂。创意就是我们的制胜绝招。更多的任务等你来挑战。下课花露米 ，Follow me go。孤独愤怒前卫，23位自学生透过艺术联展打破体制的束缚。出版诗集，演舞台剧，学校不教的自学生艾摩尔告诉你怎么自己学。读书的目的是什么？纪录片导演杨一凡耗时7年找答案。每周六晚上6:15，青春发言人用你的角度看新闻。你现在所收看的是公共电视。